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，甲农历过年中秋节统称为花莲地区三大节日，可见伊的重要性。伫咧大陆北平中原地区，更是甲五月初五称为恶月恶日，所以会伫咧这一天举行足济辟毒祛病的习俗。这些习俗包括咱会用墨草、菖蒲、白芷一束挂伫咧门口，用来祛除一挂毒害。墨草代表招百福，而且伊的气味真高，会当赶蚊虫、去瘴气。而菖蒲呢，因为伊的叶仔形敢若宝剑共款，会当斩除不祥之气。抹雄黄酒、挂香包嘛是共款，互人认为有消毒防疫的功效。端午节的由来，会当发现民众是为着要趋吉避疫，以求合家平安。另外一个由来，起因伫咧战国时期，楚国有一位爱国而且受到人民尊重的百姓官屈原。屈原伊的名气太旺，受到其他官员的嫉妒来遭受陷害，朝廷中流放外地多处。伫咧流放的期间，屈原创作了足侪悲天悯人的长篇诗歌，以抒发着伊心中感觉无力救国救民的哀伤。最后，屈原伫咧悲愤的状况之下，投汨罗江自尽。因为屈原受到百姓的爱戴，所以大家纷纷各船啊伫咧汨罗江内底找找屈原，而且将米担入去汨罗江内底，避免屈原被鱼啊吃掉。所以每一冬端午节吃肉粽，白龙船的习俗就是对这来的。淡淡粽叶香，浓浓世间情。献给卫星电视台，祝福大家阖家平安，佳节愉快。